到放矢去挑战。卡没啦，猜出来了吗？就是上回我们拍小视频唱过。你唱过左边不是左边吗？那你唱过什么？我们再听一遍。暧昧。对的。哈，怎么一点都不像啊。第二首。这个狂浪狂浪，它是浪狂浪狂。第三首。啊，没了。你自己的歌。我的快歌吗？不是不是，是你上次回答说你最喜欢的歌。别人说好不像，但我却有听出是我的声音。第四首。那些湖北会爱读的按摩服务还别外边晒个皮这是星光派对吧？因为这个节奏，这首反倒比较熟，自己的歌猜不出来。不是，因为我其实他们在练习的期间一直有看练习的视频，然后跟他们通电话，就是要反馈很多练习的东西，所以我其实对他们的歌是挺熟的。大家一定要锁定快手看《深深如夏花》。